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九十七，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求般若品第二十七之九。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鼻界法性求，不应于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鼻界法性求，不应离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所以者何？若鼻界法性，若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离鼻界法性，若离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鼻界法性，非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鼻界法性，非离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鼻界法性，非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鼻界法性，非离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鼻界法性求，不应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鼻界法性求，不应离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舌界法性求，不应于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舌界法性求，不应离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所以者何？若舌界法性，若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离舌界法性，若离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
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舌界法性，非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舌界法性，非离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舌界法性，非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舌界法性，非离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舌界法性求，不应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舌界法性求，不应离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身界法性求，不应于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身界法性求，不应离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所以者何？若身界法性，若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离身界法性，若离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身界法性，非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身界法性，非离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身界法性，非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身界法性，非离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身界法性求，不应于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身界法性求，不应离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意界法性求，不应于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
不应离异界法性求，不应离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异界法性，若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离异界法性，若离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异界法性，非法界、异识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异界法性，非离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异界法性，非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非离异界法性，非离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异界法性求，不应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不应离异界法性求，不应离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地界法性求，不应于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求，不应离地界法性求，不应离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地界法性，若水、火、风、空、十界法性，若离地界法性，若离水、火、风、空、十界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地界法性，非水、火、风、空、十界法性，非离地界法性，非离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地界法性，非水、火、风、空、十界法性，非离地界法性，
非离、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地界法性求，不应于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求，不应离地界法性求，不应离水、火、风、空、十界法性求。教释迦，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苦胜地法性求，不应于极灭道胜地法性求，不应离苦胜地法性求，不应离极灭道胜地法性求。所以者何？若苦胜地法性，若极灭道胜地法性，若离苦胜地法性，若离极灭道胜地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释迦，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苦胜地法性，非极灭道胜地法性，非离苦胜地法性，非离极灭道胜地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苦胜地法性，非极灭道胜地法性，非离苦胜地法性，非离极灭道胜地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苦胜地法性求，不应于极灭道胜地法性求，不应离苦胜地法性求，不应离极灭道胜地法性求。教释迦，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明法性求，不应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求，不应离无明法性求，不应离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求。所以者何？若无明法性，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若离无明法性，若离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
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名法性，非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非离无名法性，非离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名法性，非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非离无名法性，非离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名法性求，不应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求，不应离无名法性求，不应离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内空法性求，不应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法性求，不应离内空法性求，不应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内空法性，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若离内空法性，若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内空法性，非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法性，非离内空法性，非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内空法性，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非离内空法性，非离外空，
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内空法性求，不应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求，不应离内空法性求，不应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真如法性求，不应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性求，不应离真如法性求，不应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求。所以者何？若真如法性，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若离真如法性，若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真如法性，非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性，非离真如法性，非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真如法性，非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非离真如法性，非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真如法性求，不应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求，不应离真如法性求，不应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布施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离布施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布施波罗蜜多法性，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若离布施波罗蜜多法性，若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
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姜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不施波罗蜜多法性，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非离不施波罗蜜多法性，非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不施波罗蜜多法性，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非离不施波罗蜜多法性，非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不施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离不施波罗蜜多法性求，不应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求。姜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四净律法性求，不应于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求，不应离四净律法性求，不应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四净律法性，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若离四净律法性，若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姜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四净律法性，非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非离四净律法性，非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四净律法性，非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非离四净律法性，非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四净律法性求，不应于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求，不应离四净律法性求，不应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求。姜师家，菩萨
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八解脱法性求，不应于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求，不应离八解脱法性求，不应离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八解脱法性，若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若离八解脱法性，若离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八解脱法性，非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非离八解脱法性，非离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八解脱法性，非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非离八解脱法性，非离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八解脱法性求，不应于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求，不应离八解脱法性求，不应离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四念住法性求，不应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法性求，不应离四念住法性求，不应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求。所以者何？若四念住法性，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若离四念住法性，若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四念住法性，非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法性，非离四念住法性，非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
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四念住法性，非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非离四念住法性，非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四念住法性求，不应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求，不应离四念住法性求，不应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空解脱门法性求，不应于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求，不应离空解脱门法性求，不应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求。所以者何？若空解脱门法性，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若离空解脱门法性，若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空解脱门法性，非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非离空解脱门法性，非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空解脱门法性，非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非离空解脱门法性，非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空解脱门法性求，不应于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求，不应离空解脱门法性求，不应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眼法性求，不应于六神通法性求，不应离无眼法性求，不应离六神通法性求。所以者何？若无眼法性，若六神通法性，若离无眼法性，若离六神通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眼法性，非六神通法性，非离无眼法性，非离六神通法性。
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眼法性，非六神通法性，非离无眼法性，非离六神通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眼法性求，不应于六神通法性求，不应离无眼法性求，不应离六神通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佛实力法性求，不应于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求，不应离佛实力法性求，不应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求。所以者何？若佛实力法性，若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若离佛实力法性，若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佛实力法性，非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法性，非离佛实力法性，非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佛实力法性，非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非离佛实力法性，非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佛实力法性求，不应于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求，不应离佛实力法性求，不应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妄施法法性求，不应于恒住舍性法性求，不应离无妄施法法性求，不应离恒住舍性法性求。所以者何？若无妄施法法性，若恒住舍性法性，若离无妄施法法性，若离恒住舍性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
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妄施法法性，非恒住舍性法性，非离无妄施法法性，非离恒住舍性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无妄施法法性，非恒住舍性法性，非离无妄施法法性，非离恒住舍性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无妄施法法性求，不应于恒住舍性法性求，不应离无妄施法法性求，不应离恒住舍性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一切智法性求，不应于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求，不应离一切智法性求，不应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求，所以者何？若一切智法性，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若离一切智法性，若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一切智法性，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非离一切智法性，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一切智法性，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非离一切智法性，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一切智法性求，不应于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求，不应离一切智法性求，不应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一切陀罗尼门法性求，不应于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求，不应离一切陀罗尼门法性求，不应离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求，所以者何？
若一切陀罗尼门法性，若一切三摩地门法性，若离一切陀罗尼门法性，若离一切三摩地门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一切陀罗尼门法性，非一切三摩地门法性，非离一切陀罗尼门法性，非离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一切陀罗尼门法性，非一切三摩地门法性，非离一切陀罗尼门法性，非离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一切陀罗尼门法性求，不应于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求，不应离一切陀罗尼门法性求，不应离一切三摩地门法性求。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欲留法性求，不应于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求，不应离欲留法性求，不应离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求。所以者何？若欲留法性，若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若离欲留法性，若离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师家，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欲留法性，非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非离欲留法性，非离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欲留法性，非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非离欲留法性，非离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欲留法性求，不应于依来不还阿罗汉法性求，不应离欲留法性求，不应离依来不还
阿罗汉法性球，教释迦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欲留相欲留国法性求，不应于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法性求，不应离欲留相欲留国法性求，不应离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求。所以者何？若欲留相欲留国法性，若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若离欲留相欲留国法性，若离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教释迦，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欲留相欲留果法性，非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法性，非离欲留相欲留果法性，非离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所以者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性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非欲留相欲留国法性，非依来相乃至阿罗汉国法性，非离欲留相欲留国法性，非离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是故菩萨摩诃萨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欲留相欲留果法性求，不应于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求，不应离欲留相欲留国法性求，不应离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法性求。